系啊，但系嗰边都，因为佢跑3场咧，其实个姿态真系好出色嘅，好，我虽然咧个 win 俾人告甩咗，但系我冇嘢啊，我赌几廿年马，经常遇到咁嘅情况啦，系咪？咁你轮到直路最后50米咁样外闪，咁影响其他马匹，你 DQ 咗你个位置啊，应该系咪？DQ 咗你个独赢啦，顺啊嘛，但系前两次唔系啊嘛。咁你又會唔會話咧？競賽小組睇個路巡邏影片，覺得如果未被干擾嘅，如果干擾冇發生嘅話，佢何澤瑤只馬能否跑第一，又被人肯定，會唔會咁講啊？上次你係咁講啊嘛，係咪？即係睇馬睇咗幾十年，呢啲咁嘅咁接近喺直路仲接近終點嘅時候，你。左閃右閃影響人，DQ 你啦，即係起碼個位置 DQ 咗你啦，即係你個 place number one 咁啊，即係影亦一定 DQ 你啦。好，第三場就1200米，就係第三班跑，有兩隻馬初次出賽喎，一隻叫加，一個叫加州特佳田泰安一檔話有。有飛喎，隔晚4.3喎，咁啊贏過嘅馬有3隻，1號、2號、7號，即係競技勇士、團結精神同埋勇闖。入過 Q 嘅呢就係穿甲英，哇！莫雷拉又係成竇係大熱門，俾人告甩咗，心情梗係唔好啦，咪馬主都唔好心情啦，馬。连马师都唔好心情啦，准备得咁好只马出嚟系咪？咁啊，上仗跑得好嘅呢，就系团结精神、穿甲英同埋呢个勇闯。咁啊，即系，然后就数到落去呢个善存万里啦。善存万里上次7倍，周俊乐跑第四，我真系好唔满意啊！上次嘅啫，吓。咁但系而家佢系加咗一分，加咗一。加咗一分咁样就同啲叻啲嘅马跑嗰啲竞技勇士团结精神呢啲咁啊，赢过好多次嗰啲马。咁啊入过 Q 嘅咧，就专山甲呢只跑2次，就一次入 Q，即系50% 入 Q 嘅。咁有一只叫型男啊吓，9號仔，即系而家见到呢一只啊，就系跑2次，就一次第三，一次落地，咁又50%。有位置收啊！咁啊，上次啊田泰安跑第五，而家就轉咗俾呢個梁家俊六檔咁樣。呢、這個梁家俊啊，哇！咁而家點啊？呢場馬三，睇下啲概率先，3場贏得。比較好嘅咧就係1號、7號，即係一號、7號、2號咁啦。咁就位置率咧就7號、4號、9號，一同二差唔多嘅就係一同二嘅位置率差唔多嘅。咁啊7、4、9、2、2等於一咁啦，即係咁啊。近績就7號好啊，7號、3號、4號咁啊，7號、3號、4號。好似就7號啊、4號啊，有啲聚焦啊。我关注紧呢个4號、7號、3號呢啲啦，4號、7號、3號呢啲啦。咁就。只加州時街咧，加州時街咧，唔係特街啊！加州時街咧就係好多飛啊，5號仔初出一檔，咁啊即係會積極嘅。根據統計嚟講係積極嘅，5號仔哇3.8添啊，唔講得少嘅喎，冇乜人 tip 佢嘅喎。咁啊主持要2479，2479。
咁莫雷拉心情有冇受影響咧？上仗巴杜18倍跑第二嘅，咁啊取石馬放10次攜手得3個 win， 30% win。咁只加州時佳咧就3次試閘都放翻嚟嘅。我而家留意緊咩？5號、4號、5號咯，即係唔係點啫？係咩？5號、4號啊！呢啲咁樣啊，加州時佳咁你初出咁鬼勁啊，係咪真嘅？只3號仔啊，上次啊跑第4，咁你就話就跑過1個第3、1個第4、2個落地咁樣，即係跑個4至0.25上名未 win 過。咁啊，確實啊，戰績係比呢個1號、2號。同埋勇闯啊，呢啲咁样系唔够佢嚟嘅吓。2、4、7够冇要5喎，咁叻嘅，咁好定力嘅。4、2、4、2、3、7、9，96飯啊，买96飯。我买5號、5號、4號。4號嘅穿甲英行头啦，然后7號勇闯，2號团结精神，同埋9號嘅型男啊。得幾匹澳洲啲自購馬邊只嚟得再快啲嘅話，啊4、5、6、8、9都係啊，咪嚟自昆士蘭啊、悉尼啊、Melbourne 啊咁都有嘅。暫時係4號，好快啊！徐宇石啲馬大家都諗住好慢嘅嘛，咁已經第一場浩南仔都近嘅已經，咁啊即刻俾阿巴杜攞咗，上次係第二，今日就莫雷拉。上次攞位啊，咪少少唔順啦。當然你就未必威脅到前面贏。佢有啲輕煙咯，啊、即係一騎嘅時候嚇。喂，只4號仔可能個如果冇只5號仔喺度落飛咧，佢得2倍以下嘅啫喎。呢只馬係咪？即係未影揚飛咁樣。上次20倍個莫雷拉都得幾倍咁樣。呢個穿甲英。上次巴杜18倍跑第二，而家嚟到呢度变咗2.3，可能真系1.8倍，即系缩九成啊！真系缩九成。位置其实次热门系7號嘅，7號叫做勇闯波件事，蔡若翰啊。有个7檔，咁啊加州时佳咧就1檔吓，得唔得就睇出闸噶啦。咁而家4號仔而家系红格，其实讲睇先，讲下近绩。近績是7號、3號、4號，近績即是我是這樣的，我將兩次位置的名次加上去，他好像兩次，可以兩次都小，可以一大一小，可以一小一大這樣，舉例4號馬，上次四號仔上次跑第二，上次跑第6，咁咪一細一大啦，咁加埋8都幾好噶。大部分嘅獨贏係喺細過15嘅，大部分啦，兩次加埋大部分15。穿甲英而家係大熱門，喂，呢邊啊落咗嚟喎。我望只马啦，骑师行开咗，因为红灯亮起，所以都赶入闸噶啦。嗯，落咗马就美丽攻略啊，咁啊马匹咧亦都完成好呢个点样工作咧？我闸要行出去栏边喎。系啦，搵啲系啊救护人员啊，系咪整亲就望下先啊？啊，啱啱嗰度西咗落嚟啊！
所以其他马亦都唔入住啦，先睇睇何泽尧嘅情况先。佢乌蹬咗个身，咁啊，何泽尧去揾救伤队，点啊？有伤口啊？检查啊，痛啦，梗系跌咗落嚟。都唔后生噶啦，真系。咁咪有啲阴影，一学就要只美丽攻略，系冷门嚟嘅。佢而家四号仔仲系大热门，四号仔其实几好啦，系咪啊？上次跑第二啊，跑第三。上次啊，巴道跑第二啊嘛，十八倍咁，而家变咗大热门啊，好合理嘅，即系换咗骑师咁，仲换个咁高级嘅骑师咁样，即系好似就魅影杨飞咁啊，俾人告甩咗啫嘛。第三场嘅赛事三班千二米啊，今日率先见到入咗闸咧，就系加州时街团结精神，跟住咧就系美丽攻略，顺利。接住嚟埋去就大热门嘅川甲英，旁边咧就见到六六大顺，一对马搞掂，灰马咧系一号马嘅竞技勇士，后面剩翻一对马勇闯善传万里。好啦，时间亦都够啦，都差唔多啦，交俾集前啦。勇闯，全部马匹准备踏荡三场赛事，三班千二大热系四。好，嚟日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啊！咁啊，稍稍墮退咗落嚟嘅馬咧，有外邊位置橙帽嗰只係六六大順嚟嘅。好啦，前面要搶放嘅馬，外邊位置就係嗰只團結精神啊！響佢入邊加州時間嘅第二位啦，出邊紫色衫勇闖啊，中間第四位穿甲英內蘭，第五位競技勇士啊，後邊嗰四隻型男啦，尾三內蘭喘咗上去咧就六六大順喎，尾支黃衫係善傳萬里啊！咁啊，暫時殿後嗰匹馬係美麗攻略嚟噶。咁啊，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加州时间扣住姜城都走咗出嚟啦，咁第二位嘅马就团结精神啦，再见到第三埋边系竞技勇士啦，外边紫色衫系勇闯啊，中档第五有穿甲英啦，响出边就系呢只型男啦，大外档美丽攻略啊，等入边嘅马六六大顺嗰啲，好啦，斗到嚟仲有三百零米啦，加州时间仲有响手啊，咁啊见到中间团结精神追紧佢，外边位置仲系勇闯啊，入边窄位咧穿甲英搵唔搵到咧，外边上咗少少仲系型男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咁外边咧上咗嚟就系呢只勇闯啊，中间位置就团结精神啊！内栏嗰边仲有加州时间，好多层啊嘛！内栏位置仲有呢个穿甲英，接近终点，埋边打翻上嚟。团结精神，终点前似乎将外边嗰只勇闯。好啦，四号仔冇咗，五号仔，四号仔有喎、哦，四号仔赢只五号仔、哦，最后嗰步赢咗五号仔，咪只穿甲英啊，只穿甲英有份啊！是咩啊？穿甲英影先，五号仔初出冇钱收。波件事系好啊，波件事呢只马几好嘅只马。所以呢啲统计系统计还统计啊，未必一定场场都得噶吓，即系新马初出低个十倍呢啲啊，好多人都观察到嘅。咁而家出嚟啦，咁就田泰安喺度新马初出啊，都叫有啲前速，准备好啲咧就会好，我估今季会赢到嘅呢只马喺呢个班数，咁咪出咗嚟，咁咪只二号仔。跟住转弯，即系叫咩团结精神啦、啊？团结精神应该系快马嚟噶嘛，即系前速几好噶嘛。咁就七号仔叫勇闯，就喺呢度。我呢只马有份串 Q 嘅应该，系咪斗到嚟呢度？咁只加州喺前边都已经力弱啦，呢度已经力弱啦。咁啊，穿甲英黃色就喺內欄衝上嚟，
都守翻个大热门，守翻个位置。咁而家七号，哇！呢只叫咩？呢只陈嘉熙，团结精神啊！即系曾经一度落后，曾经一度前速，俾只五号仔过咗，佢后来靠少少后劲，竟然可以赢翻上嚟啊！团结精神好少。好少用后劲赢人，多数都系放甩人咁样。13倍 win 啊！七号勇闯位置系14蚊，跑第3名4号嘅川甲英啦，位置系12蚊跑第。